你以为这真是我家吗？不，其实这才是我家。你以为我要去睡觉？不，其实我想拿东西。你以为我要拿工具去挖矿？不，其实它是用来吃的。你以为我还在地上？不，其实我在水里。你以为我在水里？不，其实我在地狱里。你以为我在地狱里？不，其实我在矿洞里。你以为我在矿洞里？不，其实我在草地上。你以为下面是虚空？不，其实下面是巨人核心。你以为我上不去了？不，其实我可以飞出去。你以为我要飞出去？不，其实我要回家。你以为我家在地下？不，其实我家还是在地上。你以为下面还是巨人核心？其实下面什么也没有。你以为下面是虚空？其实下面是沙漠。所以你以为的都是真的吗？